他是实力歌手，他在音乐中表达出爱和希望，对多种音乐风格进行永不停止的探索。让我们有请时尚芭莎年度歌手华晨宇。有请颁奖嘉宾时尚集团副总裁余晖先生上台颁奖。谢谢余晖先生，谢谢，谢谢，请您台下休息，谢谢。恭喜花花，来花花，还是要感谢，还是要说两句的。感谢时尚芭莎给我颁发的这一份荣誉，然后祝大家今天有一个愉快的夜晚，谢谢。所以，音乐人最好的表达和感谢方式就是用音乐嘛？对，也会的，对不对？当然有期待，对，好的，来准备一下，再次祝贺华晨宇，谢谢。下面该颁什么了？